你嚟咗啦。系啊，师傅。为师今日有件好紧要嘅事同你讲。我系咪有饭食啊？唔好净系挂住食啊！有时间都要沟下女先得噶嘛。为师都知道你收埋，唔系修炼咗九年咁耐啦，系时候学习本门嘅最高武功。本门嘅最高绝招就系、是、巨马流星拳。巨马流星拳，巨马流星拳，简称巨流拳。听讲是一代宗师刘马驹上深圳叫鸡的时候悟出的绝招。有了居留权，你可以在江湖上横行无忌，有书读，有饭食，有屋住，还有很多细细粒的女同学。那我几时可以开始学啊？你握个拳头来看看。你的手指太弱了。根据基本心法，练拳必先练指，为师都是首先传授你五行皆空指了。五行皆空指，俗称行街指。在得到居留拳之前，你只要揸住行街指，就算在江湖上面大摇大摆揈下揈下，都吹你不涨兼掹你不长。希望你勤练武功，一个月后远行师太就会帮你召开武林大会，到时千祈不要令我失望啊。不过我都还是担心你太样衰。婆婆，婆婆，话咩事啊？坏仔呢啲正日哈哈爸爸冇文化，我担心佢喺武林大会上面露底。呢一个月我就交俾你调教调教。哇，咁系咪有蛇丸食噶？